很多人问老夏啊，老夏你这钩子钓金货怎么样？咱们试一下啊。百发百中，半斤起步啊！哇塞，顶住了！哇塞，半斤起步了这条。力气非常大啊，稍微等一等啊，慢慢来。哇塞，顶住它啊，千万千万千万要它卸力啊。对着这个鳝鱼的头啊，猛点两下。顶死他啊！哇，死亡旋转！嗯，哇，这么大呀！大不大，兄弟们？看一看啊，金货啊，大金货！哇塞，哦，到位！